就跟你说，你问我这题，我就很心虚。九部太好看了，太多了，我没办法一一看。但是我看了两部，一部是《高飞》，啊，我终于看到李安高飞第一次当演员的样子，好深色哦！你应该把那个片子放给他看一次。然后，我比较要推荐，当然是你现在要新上片的一部叫那个。急诊室的申请，就是这个礼拜，是法国的片子要在微风上映。